In brightness day, in brightness night, no evil shall escape my sight. Lest those who worship evil might beware my power, Green Lantern's night. 搞错，中国人梗系读中文噶啦。白昼朗朗，黑夜茫茫，滋味魍魉，无所遁藏，邪途奸荡，巨唔神光。绿灯长明，万世光芒。急急如律令，急急如律令。林正英，好，欢迎大家嚟到第七集嘅 American Pie。咁啊，今个月咧，我哋好似喺 Facebook 度讲啦，我哋即停咗一个月之后咧，我哋呢一集咧，我哋会开绿灯嘅。咁所以咧，我哋就今集咧就系讲呢一个绿灯侠嘅。咁啊，绿灯侠就其实我估最多人识都系因为套戏啦。是吗电影是啊电影。上咗冇耐。算是啦如果你跟香港。如果以香港来讲。以香港人来讲。是啊。但是即是吃饭的时候我问不是要介绍自己。是喎为什么好像这么快又可以入题呢大家好慢游者。我是阿添啊。我是超子。是欣。我是阿峰。好啦我其实就问了一个问题就是其实Green Lantern 算唔算係 DC 裏面即係第四受歡迎嘅人物呢咁樣係啦即係呢個問題嚟其實又係返去嗰個答案啦其實即係我諗佢都係我自己眼中我都係睇佢同 Flash 係同級嘅即係佢哋呢都係比即係當然比唔上最大粒嗰三個啦咁但係呢其實佢哋都應該係即係以層次嚟講佢哋係跟住嗰一層囉即係如果用香港樂壇嚟計，即係佢哋唔係四大天王，但係都去到啊李克勤嗰種程度㗎啦。陳奕迅會唔會？李克勤其實排到好後㗎，應該係屬於咩天才陳㗎。即係二線一線尾二線頭嗰啲啦。係啦，可以咁講。或者你可以睇佢哋出啲玩具啊，咁樣出。如果出三個，就一定係三巨頭嘅。有而四個嘅時候，就可有機會係 Green Lantern 或者 Flash 其中一個。即係睇下係咪蘋果嘅機出咧？蘋果機出就一定係 Green Lantern。多數就一係兩個都冇，一出兩個都出嘅。係嘅咩？多數係啦。如果你睇完買，你就算睇即係買啲 case 啊，或者係買啲玩具啊，啲多數都係。但係嗰我個人覺得啦 ，Flash 會機會大啲嘅，因為都係關嗰陣時 JL 動畫嘅事。咁商品嚟講，紅當當係吸引人啲嘅。同埋嗰陣你要知道 JL 嗰陣時嘅，唔係喺 JL 個動畫入面嘅 GL Green Lantern 唔係 Hell 嚟噶嘛。咁同埋佢好難出衫噶嘛，如果 Green Lantern 嘅話，你即係整件有帽嘅衫咁啊，好唔好大咁樣？就觉得眼罩你唔好以为戴咗眼罩唔认得你先得。喂，好咁，不如介绍一下 Green Lantern 究竟系一个乜嘢嘅？即系佢又唔知系一个人嚟嘅，虽然佢叫绿灯侠，系啦，但系其实佢系即系点样讲咧？佢系全名咪一即是全，全即是一嗰啲嚟噶。系啦，系啦。Green Lantern 一个人嚟嘅，咁佢都有个组织嘅。佢自己除咗喺地球之外，佢都属于一个好大嘅组织嘅 Green Lantern Corp 嘅。中文叫可以叫乜嘢綠燈綠燈戰隊啊，係嘛？綠燈戰隊呢啲就應該日本嘅台灣嘢啦，特攝片嚟。如果係 Marvel 咧，就會叫佢綠燈奇俠嘅，唔係係香港會咁樣。香港版綠燈奇俠就會叫綠燈奇俠嘅。咁DC嗰啲又唔係咁熟。咁其實我都唔記得電影叫乜嘢。我諗而家要講綠燈俠，即係要由翻佢哋個老細開始講起啦。咁其實咧，即係如果根據 DC 嗰個描述咧。盤古初開咧，就有一個種族存在，佢哋咧就叫做 Guardian， 就係嗰啲藍色小矮人，即係藍精靈 ，O A 小矮人，即係嗰啲黑皮族咁嘅 size 嗰啲啦。咁 Office Assistant， 咁佢哋咧就即係佢哋就知道呢個宇宙咧係需要啲秩序存在，於是咧佢哋就創造咗一種叫做 Manhunter 嘅機械人，係紅色，好高大，好大份嘅。但係後來發現咧，呢啲冇人性機械咧唔掂，於是咧佢哋就放棄咗呢個 project。就咧，就另外咧，再開咗另外一個嘅全宇宙嘅警察組織，嗰個組織咧就叫做 Green Lantern Corps 啦。咁而地球咧喺佢哋嘅眼中咧就劃分咗係做 Space Center， 即係第2814區嘅。咁而呢一個區裏面咧，本來咧就有一個叫做阿邊梭嘅人係負責係去即係佢睇㗎啦個區，即係銅鑼灣詐騙人嘅感覺。咁當呢個阿邊梭佢死嗰陣咧，佢執粒戒指咧就自動去揾啲體工嘅，
咁佢揾到咧最近嗰個提供咧就係、是、我哋嘅主角敲咗輪啦。其實係揾到最近定係要一個能力上最適合嘅咧？佢會揾個適合嘅。兩樣都有，兩樣都有嘅，即係最近而意志力又最強嗰條。意志力最強，即係嗰下你突然之間可能好肚餓，就嗌住嗌住，好勁嘅話，即係只可能飛咗去。哎呀，真係即係好甩啊！呢、這個敗甩。即係所以，如果係二月十四嗰日咧，可能咧都會吸引到好多人走去。系啦，咁啊，即系我哋今日就会比较主要系介绍啊 Hal Jordan， 即系呢一个，因为其实即系绿灯侠咧，其实就已经换过好多人噶啦。咁头先提过阿边叔啦，咁我哋头先即系或者阿峰咧，其实喺即系准备呢一集之前都 send 咗个网站俾我哋睇啦。咁啊，关于即系成个 Green Lantern 嘅一啲即系历史系啦，咁啊好复杂嘅，即系其实我都冇睇。成亿年前咧就即系嗰班 Guardians 去到建立咗欧亚星啦。咁跟住咧，其实就即系有一个叫做白灯嘅本体兽 Entity 系嘛。Entity 系啊，咁就即系喺地球令到地球有生命出现啦。咁跟住即系其实真系相当之复杂。佢系后屘先加入佢嘅啫。系呢度好明，即系点解砌到变成系一个咁样嘅一个故仔。几年先加入。系啦，咁啊，最后就即系一路陆陆续续咁样。头先阿 Charles 都讲咗啦，分咗即系好多区域啊，即系俾唔同嘅 Jaffi 人去负责睇啊。咁其中一个应该是如果看 Green Lantern 大家会很熟悉的其中一个渣皮人最后过了档的就是这个Sinestro 啦，咁样咁而我哋今集比较即聚焦讲的就会是以 Hal Jordan 为主的咁样，咁其实佢即系又系啲即系好惨嘅，即系其实佢嘅身世真系同阿佢又唔系好惨嘅，我都系自己攞嚟。其实都唔关事，系佢老豆，佢老劲啫，系佢老豆一早放弃咗佢。咁其實咧，佢阿爸係一個 pilot 嚟嘅，咁就喺一次即係而喺阿 Hal 細細個嘅時候啦，咁就走去即係繼續佢嘅工作，就係去擔任嗰啲戰機嘅一啲即係試飛咁樣啦。咁啊試飛咁係唔係呢一 part 係咪同電影嗰個冇太大嘅？同呢個電影同原著係嘛？有冇太大？我嘅理解就應該係一樣嘅，即係佢個身世如果改嘅話咧，基本上俾人應該即係炒到飛起。正如如果你講緊。即係 Batman 原來佢老豆老母係冇死到，係佢懟冧咗個賊咁，咁然後收養咗個賊個仔變成 Bruce Wayne 咁，你都唔會覺得好妥啦。咁所以我估奉你都係啦，咁所以應該就冇特別改嘅，係啦。咁但係結果就係佢老豆喺一次即係阿 Martin 啊，咁是非嘅情況底下咧，就意外咁啊墜機，咁佢老豆就死咗。咁我唔係好知道究竟佢喺即係70年代嘅時候，究竟佢係想點咧？但係譬如我睇翻喺呢一個 Flashpoint 裏面咧，佢都有稍稍講翻呢一段故仔嘅。咁佢點解會繼續做 pilot 咧？即係要繼承老豆嘅位置。佢阿媽其實唔想，因為佢阿媽其實都覺得好危險嘅。咁、尤其佢死埋個老公啦。咁其實就係因為佢覺得佢喺空中度咧係。即係同佢老豆好接近啊！即係佢可以同佢老豆喺翻埋一齊咁樣咯。係啊，呢個就係即係點解佢要繼續做 pilot 嘅一個理由。係咪有其中一個係講緊佢因為佢要戰勝佢嘅恐懼啊？我睇嗰段因為其實好簡約嘅啫，咁所以就冇特別去介紹呢一樣嘢嘅，係啦。其實佢係冇嘢撈。即係佢冇身無都係嘅，身無長物。係啊，又冇一項特殊嘅技能，除咗溝女。都唔掂，只系得食软饭。佢都可以系喂呢啲先饭嗱，呢啲就系女人嘅分别啦。笑贫不笑娼啊！即系欧元系娼嚟。系啦，咁啊，即系结果就佢亦都佢冇特别嘅技能啦。咁你睇翻佢其实系点讲啊？佢系一个又唔系特别好中意读书啊，读书唔叻嘅人嚟嘅。咁所以。佢一路都即係我估佢真係由細到大嘅志愿，我的志愿就係即係繼承老豆嘅位置，同埋溝到個有錢女囉，即係應該係咁樣嘅啫。咁之後就好似頭先阿 Charles 咁講啦，佢即係唔打唔撞就救咗一個嚟自即係外星嘅地球，即係外星嚟到地球嘅人啦。咁啊，其實呢個橋段就自然係俾廖三明抄咗啦，又即係其實佢真係睇好多美國漫畫，廖三明，但係佢主要就係用咗嗰一段啦，就係、是、有個外星人嚟到地球嗰段咯。係啦，咁啊，結果就救咗佢啦。咁而隻戒指亦都認同咗佢係即係新嘅主人。係啦，咁啊，即係。在沒有問過他願不願意的情況底下就給了一隻戒指救了上任那個嗎
其實冇救到嘅，只係睇住佢死啦。佢救唔到嘅，其實係救唔到嘅。反而Flashpoint 就話佢真係救到。哦，系啦，即系阿 Hell 喺 Flashpoint 其实做冇做到绿灯侠，因为阿蝙蝠系冇死到嘅。哦，系啦，咁啊呢个大约就系阿 Hell 嘅嗰个即系成为绿灯侠嘅嗰个背景啦。喂，我想问一问啊，因为其实呢本书我冇点睇嘅。绿，但系据我所知，佢绿灯戒指嗰种能力系可以将佢幻想现化出嚟啊嘛。嗯，系啊。巨现化系即系 Hunter 入边嘅。我冇理解错。脑瓜。喂，咁我想问一下，其实佢原则上设定上佢系咪应该系无敌嘅？因为谂到你就可以做出嚟噶嘛。都唔算嘅，佢系嗰啲你有越强嘅意志力就会越劲，同埋只戒指系会只系差电用嘅啫，用尽嘅，用尽你就真系拜拜噶啦。系啦。同埋早期漫画设定就话佢啲绿，即系佢整出嚟嘅嘢系对付唔到黄色嘅嘢。系，所以之前 Batman 都唯一对付佢，而曾经将佢所有嘅嘢连埋自己，连埋嘢饮，身边任何嘢全部游晒做黄色。我记得系咪我睇过黄色嘅 Batman？ 阿 Robin 佢喺度游啊嘛，连嗰杯雪糕都系黄色嘅，好似系 All Star 系列咪得咯？好似系 All Star 系列，我唔记得咗，系比较近期嘅一个。我覺得看完之後真係都唔知可以講乜。八零啊 man， 咁基本上咧，即係都講下啦。其實呢一本書咧就1941年出第一期嘅，咁就都成係咪70年啦，係啊。咦，咁佢咪即係同Cap 同一年出嘅咯？咁因為嗰個唔係 Hal Jordan 嚟啊嘛，41年嗰、那個。哦，即係啱啱開頭嗰個係叫咩啊 ？Alan Scott 係啦。系啦，咁跟住，而家系咪 JSA 嗰位老人家？而家嘅 JSA 啦，曾经嘅 JSA 系啦。但系其实嗰阵旧嘅第一代 Green Lantern 咧，个设定就唔同啲嘅，嗰、那个系比较似系魔法嗰方面嘅力量嚟嘅。咁话系有个外星种族啊，呢、這个宇宙影响呢个概念系六几年，即、就、系、是、出 Hal Jordan 嗰阵咧先至有嘅。嗯。即系其实旧嗰个所谓嘅绿灯侠，其实唔系我哋而家所知嘅绿灯侠嚟嘅。四一年嗰个唔系咯，因为我自己略睇嗰啲设定图，都系真系另外一样嘢嚟嘅。佢有少少似 Batman， 又系披住件袍啊，笠住个面具，嗯、即真系睇唔到样嘅面具。似一个魔法师嗰个样，本身就已经系。咁新即我哋所谓认识嗰个绿灯侠，就比较系有啲科学，即系空想科学作战嘅背景咁样噶啦。嗯喂，同埋我想問一問咧，其實Justice League 佢係其中一個創辦人嚟噶嘛？嗯哼，係咪？我想問，其實佢同咁多位 superhero 嘅關係算係好定係唔好咧？因為我睇嗰啲多數都唔好嘅。佢最老友最老友就係 Queen Arrow。即都因为都系戴，都系绿色嘅，真正戴绿帽嗰、那个。佢哋有一有个漫画，佢哋一齐系有好长时间都系有续漫画。咁关系最差嗰个就大家都知噶啦，冇错就系黑掹掹嗰个啦。我哋系 Batman。其实都唔难理解嘅，因为 Hal Jordan 本身系啲比较轻佻同埋比较串啊嘛，系啦，鲁莽。即总之。Batman 有嗰啲冷靜啊，淡定啊嗰啲缺點咧，佢啱啱全部都冇嘅。咦，會唔會啊？我會反而會覺得其實會唔會係佢哋兩個都係一啲即係好自我嘅人啊？都係咁講。所以反而就衝突大咯。兩個極端咯，啱啱係啊係啊，即係一個就咁啊。陣間阿 Tim 將會講一個即係好有趣嘅笑話啦，關於 Batman 同埋呢一個即係綠燈俠啦，咁。我就覺得其實阿 Hal 咧係好串嘅，咁尤其佢亦都即係從來都冇諗過自己要成為啲咩即係超級英雄啊，或者係佢細細個亦都只不過諗住繼承老豆嘅衣缽啊，咁然後細細個諗住開始溝到條即係有錢女咁啊，即係萬事都 OK 噶嘛，咁啊結果溝太子女。系啦，咁啊，结果就即系佢想系咁样啦，即系呢个人生应该好美满噶嘛。姓唔姓陈嘅？名有冇聪字啊？咁做唔到啦。我佢应该唔系姓陈。所以而家咪做捞紧咯，系啊，都要做捞紧啦，系啊，咁啊，佢系一个，但系咧，佢亦都有佢嗰、那个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特质，就系唔会害怕咯。我谂呢个应该系成个贯穿即系、就是、Green Lantern 嘅一个好重要嘅想法啦，尤其之后再加咗唔同。
唔同顏色嘅燈落去之後，即係佢哋最主要嘅敵人應該就係黃色啦，即係意志力同恐懼之間嘅嗰個角力咯。我就會覺得係喺呢一個位咯。如果 Green Lantern 嘅話，咁啊 ，Hal Jordan 就係所謂嘅第二代嘅 Green Lantern 啦，亦都係被即係好似哈利波特咁樣被認為係譽為係咩啊？呢個叫做歷史上最偉大嘅綠燈俠啊！係啦，咁啊。其實我最初懷疑應該即係呢一個位咧，應該係阿 Sinestro 都想爭嘅，咁但係即係被內定咗。好似未做之前，本來最偉大綠燈俠就係 Evan Shaw 嘅。係啊係啊，因為佢瓜柴嘛。咁瓜柴咗，阿 Evan Shaw 同 Sinestro 本身係好好好兄弟，即係本身係一 pair 嘅，點知咧哦有介入。阿邊所死咗之後咧，係阿邊所臨死前，跟住就話唔緊要，我死又唔緊要，我揾個人嚟再陪你。你明唔明啊？即係對 Sinestro 嚟講咧，呢個係佢死咗嘅 partner， 攞咗佢繼承嘅人，但係又唔係佢嚟嘅喎。所以嗰時一開始 Sinestro 都唔中意佢咗。係啦，但係又要佢嚟 train 佢喎。同埋都講翻嗰陣時，因為 Evan Shaw 係本身係叫做最偉大嘅綠燈俠啦，跟住地球人對於呢個宇宙種族嚟講係一個真係你只係一個 BB 仔嘅 level 嗰陣時，所以阿 Hal Jordan 啱啱拎到綠燈嘅時候，係所有綠燈俠都睇佢唔起嘅。哦，我想問一問，即係佢嗰個綠燈戰隊嘅其他人都是其他星球嚟嘅，其他星球嚟嘅是一个全个宇宙不同地方攞翻嚟。就正如好似有电影里面表现嘅一样咯，有啲鱼头嘅，有啲一只蛋咁样，有啲成个波咁样。有一个系一个星球嚟，如果佢冇手指，一个系松鼠嚟嘅。即做綠燈俠其中一個條件就係嗰個種族有手指，有可以套喺唔同嘅地方度嘅，有一隻外星人係蜜蜂就套喺個身度嘅，跟住有啲又套喺條腰度嘅咁樣咯。哦，即係變咗腰帶啦，唔係戒指。哦，原來綠燈戒指就好似聖鬥士入邊嗰啲繩子咁嘅，係會自動變嘅。係啊，咁啊，都提一提隻戒指，頭先提過啦，就係你戴咗佢。咁就基本上你要透過嗰盞燈嚟插電啦，即係戒指本身係冇能量嘅。仲有呢個咒語，係要念咒語。哦，係係。每日插一次嘅，早期設定就係啦。後來呢啲設定越嚟越 loose 嘅，都冇所謂。因為你唔使睇住佢每一日都睇住佢插電嗰個。同埋數 percentage 咯，佢永遠就最到臨急關頭嘅時候，就永遠一跌都就係零嘅。即係但係嗰個 percentage 可以用好耐嘅喎。即係最後嗰一個 percent 特別耐用啊！我相信呢啲有時試過會變咗零嘅。燃燒鼠唔係，如果係日系嘅話，應該去到就嚟出緊零嘅時候，會無端端變翻一俾你用嘅。但係 Green Lantern 就冇呢支歌仔唱，但真係會變咗。幾個 p e 應該會做十幾集嘅。唔係最慘嘅就係佢唔可以好似其他特攝片咁樣變顏色啊！因為你變咗顏色就唔係綠燈俠啦嘛，我要三分鐘開始變紅色咁樣就得噶啦嘛。咁亦都係啦，即係呢一隻戒指佢放射出嚟嘅綠色能量就係、是、即係你想象得到嘅嘢就可以將佢實體化啦。咁只要你諗得到就得㗎啦，即係無論你即係變條索女出嚟又好，變個盾牌出嚟又好，全部都係綠色㗎囉。係啦，即係總之變到全部都係綠色嘅嘢咁啊。譬如我嚟救火又得嘅，即系边部火烛车我嚟救火都得嘅。佢上次边部消防车专系拎嚟冚人嘅啫，系咯，撞系咯，拎嚟冚人。系，因为佢好有想象力咯。系，即系你谂唔到一部消防车撞人。其实点解佢会系最伟大嘅绿灯侠，只系因为佢有最强嘅想象力。系。你啱啱冇讲得切睇嗰套First Flight 咧，即系首次飞行咧，入边都好精彩。大家最正嘅就系佢得到周星驰嘅精髓，佢俾一张折凳出嚟。我有睇过，我有睇过截图呢个。我真系好准，最强武器，最强武器。唔系咁呢啲嘢，其他星球冇啊嘛。我仲记得，我记得有睇过有个系去做咗个衫架，帮边个挂衫啊？我唔记得啦。你讲动画入边，好似漫画。佢變過好多好多嘢，應該有變過。呢個魔術師嚟嘅，同埋最近睇過，原來綠燈俠仲有個，即係嗰個綠戒咧，除咗你變啲綠橙橙嘅出嚟，有一個其他嘅function嘅，就可以幫你換衫。因為何出此言咧 ？Sinestro 有一次又係去出去做行動嘅時候，佢又去咗 casino， 又去賭場，咁佢著條制服嘅話就一定唔俾佢入噶嘛，跟住用咗戒指幫佢變咗套 tuxedo 出嚟。但係綠色嘅。有綠色嘅為主，但唔係全綠色咯 ，colorful 即係有顏色的。即係有啲黑色嘅紋土喺個身。佢應該係，我覺得應該係唔同深淺嘅綠色啫。呢一個功能實在太正。
咁啊，除咗即係可以變嘢之外咧，咁自然啦，少不免即係呢啲咁樣咁特殊嘅武器，梗係可以令你飛啦，係咪？即係包括係超光速嘅飛行啦，係可以飛到好快嘅，咁亦都可以穿越蟲洞啦。咁隻戒指本身自己都識飛嘅，即係譬如你睇嘅 Practice Night 就知道啲戒指真係亂咁飛嘅，係即係任何宇宙任何 sector 都可以去。我睇過有本，我唔記得係邊一本嘅綠燈盒啦。如果有危險，隻戒指會警告你。是啊是啊是啊，他都有即是其实同埋有其他灯盒接近你都会知道这个同埋你想话非光速的东西，我想想他是不是可以呢，因为其实 DC 有些好像有些模式这些他们会执得很紧的，因为讲真的你讲真话时光穿越那些呢，即是他会将这个法则归晒到 Flash 那边的嘛，即交给 Flash 做的，即所以以前 NASA 都会说什么超人和 Flash 跑哪个快啊，成日都話超人快啲嘅，但係後來咧啲設定又會改咗做咧，其實超人係唔會夠 Flash 快嘅，因為 Flash 跑得快，因為佢要用，因為呢個係佢本身佢個能力，佢個範疇。即係如果連呢樣嘢都輸埋嘅話，佢就冇啦。Flash 就真係可以好似即係交曬俾蘋果做得㗎啦，唔使再出現。系啊，咁啊，另外即系头先有讲过啦，有啲即系心电感应啊，即系感应其他戒指啊、其他嗰啲嚟到啦，咁样。啊，同埋六戒都有一个比较特别少少嘅功能，就是、因为绿灯盒嗰只全部都系全宇宙嚟噶嘛，讲唔同嘅语言噶嘛，所以佢系有呢个自动翻译功能嘅。神奇翻译机，叮当嗰啲 friend 系啊，即系翻译。所以讲佢哋如果唔戴住戒指嘅时候，系唔可以同佢同唔到佢哋啲同伴沟通。我想问少少嘢啊，因为其实据我所知，除咗绿灯红衫黄衫蓝紫啊嘛，黑同白。佢哋嘅能力系咪一样？即系嗰啲戒指嘅能力系咪其实都系一样？变出嚟都可以变做靠佢哋嘅力量变做唔可以实体嘅咩？应该可以实体，但系唔应该模型咁样做。我好似因为睇 Breakfast Night 嗰辑咧，即系咁多戒指走嚟走去嘅时候咧，又唔特别觉其他人有变嘢出嚟。黄灯就一定可以做到呢样嘢。变把刀出嚟同佢斗劈到嘅，其他可能有呢个功能，但系佢哋冇用啫。嗯。系啦，咁啊，即系头先有讲嗰段咒语咧，咁就系、是、即系其实如果你有睇套电影都知道噶啦。咁、其实嗰段嘢咧就咩 in brightest day in brightest night no evil shall escape my sight 嘅嗰类啦，咁样咁啊，即系好似请骷髅头保佑你，嗌完就劲噶啦。但喺电影咧睇住佢喺度读呢段嘢嘅人咧，唔知点解真系有少少感动嘅。系啊，我觉得真系好感动噶喺读呢一句嘢，因为始终都系 Green Lantern 嘅最劲嗰个象征嚟嘅。即系冇咗呢段嘢就等于冇嘢噶。對自己讀一次，同埋佢哋嗰陣係動畫又好啦，電影都好啦，我記得都係有係一堆人一齊讀嘅。嗯，電影有咩？電影最後有冇啊？佢好似冇，好似冇，冇啊！得佢一個人，因為得佢一個人知啫嘛。唔係讀嗰段係有講話佢其他星人一齊同佢一齊，係咪其他啲隊員一齊？即係到到最後，全世界一齊向天肥嘅咋？係啊，佢好似冇讀到喎，好似冇讀到。應該冇電影，好似淨係得啊。電影可能冇，可能我係睇咗啲人哋啲 fans make trailer 嗰度有。哦，係啦，咁啊，即係所以呢個就大約就係即係 Green Lantern 嘅即係基礎能力同埋身世咁樣啦。咁啊，其實都即係我自己就覺得呢一個角色咧。点讲咧？佢俾我的感觉啦，系好特别啊！因为即系真系好似靓宝王嗰啲新鲜手续未有，好特别。咁佢特别在啲咩咧？就系、是、我睇咧，佢完全唔似我平时其他睇开嗰啲，因为即系佢睇嘅系宇宙啊嘛，佢唔系睇地球啊嘛。咁所以打出嚟嗰啲怪兽啊，即系喺宇宙飞嚟飞去，平时我哋就算 Superman 佢好多时候都系留喺地球打嘅啫，就算佢本身系即系外星人都好啦。咁所以呢、這个感觉就会比较唔同一啲咯，即系我自己睇嘅时候，即系会加入宇宙一啲啦，即系星球大战。即系你睇嘅，譬如尤其喺电影咧，咁佢咪对嗰只咩黄色八爪，即系会喷火嗰只，即系超级八爪鱼。哈尔多斯嗰只系咪打？系，其实应该就系嗰只嚟嘅，系啦，咁。跟住咪引咗佢，系熱影引咗佢上太空嘅，咁引咗佢上太空，跟住咪即係呢個又用綠戒指去射啲激光出嚟啊，跟住嗰個又噴啲黃色嘅火出嚟，即係喺個太空度射射佢咁，嗰種感覺就好似星球大戰咁樣，就反而唔似英雄，即係超級英雄片咯，我睇落去。即係好似例如我哋之前講過嘅Breakfast Night 啊嘛，係 Breakfast Night， 你係講緊。幾十億幾十億嘅戰爭啊嘛！我諗我睇 Batman 除咗佢啲錢之外，應該係唔會見到幾十億。唔係啊，冇得鬥㗎喺 Batman 個世界裏面，淨係得個 Bruce Wayne 係可以掉到呢嚿錢，因為佢冇遇過李嘉誠啊嘛。
啊，即係我嘅睇法，即係當時我對於即係 Green Lantern 嗰個感覺，就會覺得佢同 DC 其他嘅superheroes 係有好大嘅區別咯。因為其他我印象中啦，Wonder Woman 啊、Superman 啊、Batman 都係啲比較沉實踏實或者係啲內斂啲啦。我唔知道有冇係咪應該用呢個字啊，即係比較正面嘅。而家比較認真啊。而家綠燈俠就真係比較，如果一般 superhero 串係十樓嘅話，咁我覺得真係一百樓咯。佢基本上任何人見到佢，佢都會真係窒兩句先嘅，唔知點解嘅。佢性格就係咁，習慣係咁，想俾人打。不過其實可能要咁嘅性格先做到綠燈俠嘅。我就喺度諗，如果俾超人做綠燈俠，或者 Batman 做綠燈俠，係做唔出啲咩樣出嚟。如果以 Batman 嘅想像力，咪會見到周圍都係蝙蝠咯。係咯，佢可能都係定啲綠色嘅蝙蝠飆出嚟嘅啫。有曾經一個 moment 咁大把咯。有冇做過？佢有黃燈戒指，有揾過佢咯。但我記得動佢都有一個綠燈戒指，都有。好似有戴過動畫，某唔記得咗邊度動畫都曾經戴過。但係即係佢可能都係掟啲綠色嘅蝙蝠飛鏢出嚟，其實你覺得冇分別嘅、想像力太貧乏啦。超人可能更加滿。我覺得佢想像力應該都 OK， 不過要建基於科學呢樣嘢上面嘅。唔係，如果俾 Bruce 做嘅話，係佢冇想像力，有錢嘅人係冇想像力，佢唯一要想像嘅點樣發水咯。可能頂層五樓出嚟，咁佢啲裝備各樣都佢都有。可能係 Alfred 做啊，Alfred 如果 Alfred 做綠燈俠嘅話，就會好有錢，或者 Robin 都好啲，係咯，一靚仔會諗得多啲嘢。係啊，所以即係你哋又點睇咧？即係睇 Green Lantern 嘅時候，會唔會覺得啊，其實即係冇乜特別啊？其實呢個唔係好吸引嘅角色啊。都唔會話唔特別嘅，好似你咁講，其實你平時睇開就會係覺得係所有嘢發生喺地球嗰度嘅。咁 Green Lantern 都講曬，都算係宇宙警察啊。佢成日啲故仔可以發生喺唔同嘅地方嘅，咁就變咗係一個好大區別。所以都可能基於呢個原因，我唔係咁中意電影版嘅。哦，因為即係佢有，因為佢夾硬將所有嘅嘢扯翻落地球。我明白一套香唔係身為地球嘅電影係應該個主線放喺地球。哦，你真係好大宇宙主義。但你又覺得會好奇怪，冇可能會走咗落地球。宇宙CG好貴嘅，是不是？唔係，睇你點樣做嘅。係啊，如果你睇翻即係我哋上次睇1980幾年係嘛？七幾年嗰套超人都一樣可以嘅啫。係，睇你點做嘅。長期都吊威啊！係咯，我就覺得即係好好唔同咯，但係我又但係好多時候咧，即係譬如因為 Hal 本身係地球人嚟嘅，咁佢又會好多時候都要降落翻地球度打。但係有好多時候你又見到佢喺宇宙度飛嚟飛去。最搞笑咧就係因為 Green Lantern 唔係得一條友嘅，即係好多好多 Green Lantern， 即係度度都有，即係個個線區都有一至兩個咁樣。咁所以其實地球都唔止一個㗎，即係唔止兩個係嘛？譬如咩John 啊嗰啲咧，其實都已經係後補嘅啫，後尾係啊，好多好多啊。咁所以你會見到譬如跟住有一次講 Breakfast Night， 佢哋其實打咧又係打上億嘅戰爭。我記得咧嗰次睇嘅時候咧，覺得好搞笑。咁啊喺度打呢、這個黑燈係嘛？係打呢個黑燈咧就跟住一打，跟住咧哇好多人喎、啊！你而家我哋平均即係嚟埋啲紅橙黃綠青藍紫，即係七個燈軍團係啦，即係七彩蝦條一齊打啲即係黑掹掹嘅，即係窿咗嗰啲蝦條啦。咁咧就白色未出現嘅嗰陣時，咁就係啊就話哇！我哋而家咁樣打咧，就每人大約要打即係十億個啦，1億2千萬啦，每人對付1億2千萬啦，一個要對付係啊。咁跟住佢哋開始鬧交，因為即係其實每一隻顏色嘅蝦條都唔妥對方噶嘛，咁佢淨係會講蝦條嗰啲嘅。咁但係咧，於是咧就咁如果你唔幫手，我哋都冇所謂嘅。咁跟住另外一個就問另外一個綠燈俠，咁如果係冇咗佢哋，我哋每人要打嘅，我都唔係打多好多，即係每人打10億左右，即係嗰個數量係好龐大，因為佢哋講緊係宇宙嘅嘢咯，即係平時我哋接觸唔到嘅數字嚟嘅呢啲咁樣。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即係好特別嘅咯，平時你。即係蝙蝠俠，你打極都係打啲流羅，都係即係五六個啊，打完就走去打下大佬啊咁樣，係啦。不過我自己一直就冇睇 Green Lantern 啦，咁其中一個原因就因為我好唔中意佢個 concept 嘅，佢嗰種每個地區派即係你 assign 一個人係保護我嘅 idea， 咪即係美帝而家做緊嘅嘢咯。即係我係地球警察，我就要派一隊男隊去保護你嗰個地區咁樣，維持治安部隊咁樣，好
佢哋真係好自我感覺良好，我覺得。如果你咁講嘅話，即係其實都係講緊最主要嗰只綠色小男人嘅，咁其實我都好憎佢哋嘅。綠色小男人。唔係藍色。即係嗰些佢哋誒，咪小男人咯。Guardians。啲 Guardians 咯。但係你講綠色，我講綠色咩？藍色小男人。我以為啲乜乜乜大丈夫啊！唔係，其實我都唔中意 Guardians 嘅喎。佢哋好自我中心到覺得係。係咪真係電影嗰啲坐喺？係坐最高上嗰啲衫好長。其實佢哋矮仔嚟㗎。佢哋係覺得自己係可以掌控到，即係又係嗰啲整個宇宙嘅，自覺自己應該係神咁樣。又未到神嘅，佢覺得佢管曬成個宇宙嘅秩序咯。佢譬如明知嗰個某一個星球係被機器人入侵嘅話，佢可以講話誒，你唔叫自己啲人唔去去幫嗰個星球咯。美帝咯，咪美帝做緊嘅嘢咯。所以又係呢個自然規律就係咁噶啦，你唔可以反抗。佢又唔係自然規律嘅，即係佢哋睇佢哋心情。他們全部都很自私的，上面一群小男人。其實這群即是 Guardians， 他們其實是遠古的即是第一種的生物，可以稱之為，即是他不能夠稱呼為人，但他們都是即是因為最古老的種族，所以其實他是很有智慧的，那他自然就會即是好像我們的即太公啊太爺啊，那他當然覺得我吃鹽多過你吃米，那你當然即是你的後生仔當然即是是啦，聽我講啦，那其實即是只是一班老了的人的一些即是很自然的，上一代的老買老上一代 的人咯，即個宇宙個咩不停地滅亡又再重生個理論咧，但唯獨就係佢哋唔死嘛，死唔去，係啦，咁所以即係呢班老坑就一路都覺得佢哋應該係要即係掌握住最，佢哋亦都知道，譬如好似講緊雖然係後設嘅嘢，但係譬如白燈生命體咁樣，佢哋就會知道即係所以點解一定要保護呢嚿嘢啊，即係諸如此類。咁佢哋譬如啲界，即係佢哋亦都因為長生不死啦，咁所以一路都有好多智慧是累積了，所以譬如戴一隻那隻戒指之後呢，其實你是會即是好像吃了叮噹的幾億麵包咁樣，是會知道了很多東西，即是整個圖書館塞進你的腦袋咁樣嘅。咁我都不喜歡這群人嘅，但是因為個故仔就是由這群人引申出來的，所以只是看下面那些綠燈盒就 OK 了，是啊，企喺度小男人跟住就會咁啲小男人都出過事嘅，都試過真係滅絕嘅，得返一件嘅，咁跟住又是單成繁殖，飛出佢哋繁殖嘅。其實係啊，好奇怪佢哋個繁殖咧，即係當阿 Hal Jordan 咧曾經墮落過啦，即係佢墮落，後來又變咗做另一樣嘢啦。咁個人咧就其實已經死剩一個嘅，嗰日就走咗去揾阿 Hal 嘅繼承人阿 Kyle 啦。咁阿 Kyle 咧後來就得到好多好多好多嘅力量咧，就變咗做 Icon。咁跟住咧，佢就係令到嗰班嘅小矮人咧就重生，但係嗰啲係即係啲死咗嘅重生啊，定係由死剩嗰只裡面搣一啲出嚟咧？佢唔係後屘又揾翻扯到個歷史，係講到佢哋小男人入邊係分咗，一開始由原盤古初開嘅時候係有男人同女人噶嘛。佢哋就切割曬所有女人出嚟，跟住好似後屘又揾翻啲女人同佢哋繁殖噶嘛。我聽人哋講話，而家嘅小男人係有女人喺入邊嘅。有嘅，有嘅，有嘅，有嘅。以前係冇嘅。因為有其中一粒燈係其中兩個結合出嚟嘅。嗯哼。好似藍色就係、是。藍色定紫色啊？唔記得，總之有一個咧係就係兩隻小矮人合體出嚟嘅。紫色嗰個燈嘅嗰邊自己，即係譬如綠燈盒就係小男人管啦。紫色嗰盞燈管嘅係一班女人嚟嘅，其實喺盤古初開嘅時候就係嗰陣佢哋分裂男人分女人嘅時候嘅嗰盞女人嘅一路繁衍落嚟嘅。喂，我又想問一下咧，綠燈係依班小男人整出嚟噶嘛？係。咁剩翻嗰六個特別版，即係紅茶黃色藍絲，都係佢哋整出嚟嘅。黃色嗰陣講係 Sinestral 整出嚟，唔係因為其實本身有嗰種元素喺度，佢做出嚟。跟住但係隻戒指嗰啲嘢點解可以用嗰種有個能量喺度啦？你抽取出嚟放喺戒指度呢樣嘢咧，就係 Sinestral 整出嚟嘅，其他我就唔知啦。其實佢嗰個系統咧有啲怪嘅，即係最頂就係 Guardians 啦，就整咗堆戒指出嚟啦。但係咧，佢每一隻色咧都有一嚿吉祥物咁嘅嘢。跟住下底先到嗰堆咁嘅燈仔，綠色咧就係 icon 啦，黃色就係 paralysis 啦，即係如是者咧，白色就係 entity 啦，即係類似咁樣咧，其實
每一個都有嚿聖獸咁嘅嘢，跟住下底就有一堆係 lieutenant， 啲 lieutenant 就係嗰啲 queen lanterns 啊、black lanterns 啊、blue lanterns 啊咁樣咯。哦，咁所以就即係透過啲，即係其實呢一班所謂嘅所謂嘅戰警啦，即係乜光戰警啦，有啲就係其實係隻怪獸嚟，譬如紅燈俠係一隻即係異獸嚟嘅。嗱，紅燈嗰只咧，即係有出漫畫嗰個咧，其實嗰都係 Red Lanterns 裏面嗰個 Lieutenant 嚟嘅啫，即係佢應該都又係有一隻嘅生物咧係做佢哋嘅表徵嘅。嗯，但係嗰只係乜咧？應該未出啦，我覺得。但問題係個 New 52仲有冇曬咁多燈圈㗎啦？即係除咗紅黃綠之外。我估佢之後會慢慢出㗎啦，唔係出咗啦咩？出曬啦，有藍色同埋定色出咗啦。哦，但係唔係喎，因為你講緊呢個叫做 New 52咧，其實佢咪有另外一個系列叫 Green Lantern The New Guardians 嘅、嗯，出曬㗎啦啲人。哦，係啊，佢直頭就係講即係第一期就已經講到話唔知點解嗱唔係 Hal Jordan 做綠燈俠㗎啦，有另外一個即係滿面鬚根嗰啲鬚根男嚟嘅。咁鬚根啊，唔係 Carl 做乜嘢？我唔記得咗個人個名啦。咁然後咧啲戒指咧就自己唔知點解飛曬去嗰個新嘅綠燈俠身上啦。咁然後嗰啲人咪走嚟即係問興師問罪，走去問你做乜黑咗隻戒指啊？咁你個個都走嚟地球啫。咁冇好慘。係大亂鬥啊！即係咁多燈都過渡到到新米。即係七彩蝦條大亂鬥咁樣嘅。過唔曬啊咩嘅？佢點樣都係睇翻條彩虹出嚟噶嘛。係啦，喂，咁啊，不如先休息一陣先，我轉頭翻嚟又介紹下唔同即係 Green Lantern 嘅故仔啦。嗯哼。